OK， 然后呢，就阿汉决定把这个法正呢定为重要通知消息的人，就是阿汉有什么重要的通知呢，就会由他来讲解。OK， 阿汉今天有什么重要的通知呢？就是阿汉不是只有这一个频道罢了，阿汉还有另外一个频道哦。阿汉这个频道呢，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吧？阿汉这个频道呢，是由另外一个 YouTuber 组，是由另外一个 YouTuber 跟我一起组成的。那个 YouTuber 呢，就叫做一阵后的频道，他也是拍《少年三国志》，也是拍《少年猛将传》的，他跟我一模一样。我再说了一次，他叫 EJ How 的频道。OK， 我跟他首次合作一个频道，就是简称起来就是阿汉和 EJ 首次合作这个频道。这个频道叫什么名呢？这频道呢叫贪狼的频道。这个频道名叫贪狼的频道，你可以听贪狼。贪狼啊，贪狼就是我们所谓的天府过后到贪狼的贪狼啊，贪狼的频道。这频道呢会拍我跟 EJ 的日常，还有有趣的事情和我们在玩游戏，玩和会拍我们玩游戏。哦，你不要看我们是这爽，我们每次都有在开会的。就是我在说我频道就是做那种有趣的事情会拍给你们看，或者 EJ 和 RS 的日常。另外呢，我是让 Facebook 可以做。另外呢，还有我跟 RS， 哎不，还有我跟 EJ 玩游戏，玩一些现实游戏。对对对。OK， 现在法阵呢要转移画面，转去升级的画面。OK， 另外呢，如果你们想看 EJ 号的频道呢，我会把它的 link 呢放在下方。然后另外呢，你们也是可以去订阅一下我贪狼的频道，今天就会发影片了，今天应该会发第一个影片。然后呢，贪狼的频道呢是有可能今天会发影片，或者明天就会发我贪狼的第一个频道。OK。就是的，哎呀，就是阿汉斯呢，就希望我贪狼的频道呢也是可以做下去。然后贪狼的频道现在是没有订阅者啊，哎呀，为什么没有订阅者？所以就请你们麻烦订阅起来吧。OK， 可以吗？我会把 EJ 号的频道放一下方，也会把贪狼那个 link 放一下方，你们可以去订阅，可以吗？可以记好吧，来，在我们的法阵没有，我们法阵话已经说完了，他刚说了，拜拜，下期见。